房车似乎在国内并不是很普及，但是在国外已经比较普遍了，这可能是由于国外生活文化与国内的差异，因此许多房车车型也大都产自国外品牌。今天要介绍的一款房车可以说外观丑得一塌糊涂，而打开车门却让人惊艳。这款房车名为 Marche Mobile Element Plazo， 产自中东，售价高达1934万元，已经是世界上最贵的一款房车。不过这款车型外形确实不敢恭维，白色的车身搭配大块黑色线条，这还说得过去。不过这车身形状就让人比较费解，远远看去像是积木的堆砌，这个外形只能用怪异来形容。不过当你打开车门，你会完全忘记它外观上的不足，因为内部装修实在是太豪华，整个内部空间达到了20平米，如果你还嫌空间小的话，它甚至可以扩展到40平米，并且车顶还配有一个小阳台，只要轻轻按一下按钮便可支起阳台帐篷，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岂不是很惬意。车内的娱乐设施也是应有尽有，不仅主卧有独立的浴室，而且车内还配有酒吧，简直不要太享受。除此之外，这款车型还可外接互联网，甚至安装卫星电视，功能十分齐全。车内供暖也是采用了最为舒适的地暖，可以说十分享受。这款车型虽然在外形上比较怪异，但内部绝对是真材实料，不愧是中东土豪造的车型，也不是普通人能消受得起的。